用水吧。熟了不？好，好，来哦，预备，来。那个，你要走开了，这画面好脏哦。不会的，你。来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转一下。走，走，哎，快到，快到，快到。来来，转枪，转枪，回到画面，帮他指挥一下。哇塞，哇塞。好，来，赶快找到一个，大概，大概，怎么有毛？好，来，往下，往下，李毅再往下，李毅再往下。好，来，李毅再吃一个。快到了，快到了。好，来啊，快到了。可以吗？再往下一点。起来，哎，这样子，李，你这个可以试着舔舔看，你要感受一下那个质感，舔舔看，对，那个曾伟啊，曾伟，表情尽量端庄一点啊。OK， 好，这样可以，好，好，好，咬咬咬下来，咬下来。哦，哎呦，哦，咬到了，对，哇，你看看，小一台小玉哥，你看那个手就好迅速就给他抱起他的大腿，大三步，来左边，这是哪边才会 ？OK， 谢谢。我对谁有邪念啊？其实你们可能无法想象哈、啊，就是因为璇姐大家觉得是美女嘛，可是我反而是对李毅最有邪念。你上次明明不是讲这个，你上次明明讲的另外一个。所以我刚刚不是讲我这个人讲话是有名的自相矛盾，敬畏之心。对，不敢亵玩焉这样子的。好，所以他是就是等于是神坎上的人物、啊，神明。哎呀，神明啊，妈祖、啊。对，所以他就是只能欣赏，只能默默喜欢。那李毅呢，就是大家啊，就是觉得。就是邻家可以随便喜欢的意思吗？对，就是没有，就是比较那个亲和性。雅雅会放心吗？他不会生气回家跪上台？雅雅是这样，雅雅当然每次都不放心，出门都不放心啊。啊，回家看到钱他就放心了。之前有看过古阿木的影片吗？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因为这个应该大家都有看过。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很有趣啊，好，因为他在酷搜一些电影，好是还蛮有乐趣的。这个事情我就不便做评论啦、啊，因为这个牵扯到这个智慧财产哈，这个法律哦，其实相当的复杂。我过去因为我们做电视节目也有相关的涉猎啦，知道那个法条相当的复杂，而且那个主观解释的空间非常之大，好，所以不同的法官绝对会有不同的判决。哎呦，那经纪公司抽我几层，我说你是有病是不是啊？啊，你本来是零哎、欸，你本来是零哦，现在你有十万。啊，你分家两万、三万，好啊，或者你分家五万都 OK， 因为你本来是零嘛，对不对？嗯、好了，有一天你有五十万了，你忘了你本来是零啊、哦，所以人有时候就是不懂饮水思源，很多艺人的亏，你知道吗？有时候我后来不是那么喜欢做演艺经纪，为什么你知道吗？真的是哦，真的是在做公益，那个艺人哦不红他也要找你麻烦，红了他也要找你麻烦了、啊。对，那个网友都说，哎呦，他那个去查他的税，查他的税，那个都讲外行话，你知道吗？艺人的收入呢都是。有凭有据的啊，要么签劳保，要不然就开发票、嗯。你觉得电视台或者是任何一家单位呢，他有可能说，哎、欸，这给你不要开发票，那他怎么报成本？所以我们的钱呢，根本不需要查，因为每一笔都是有真凭实据的啦。其实我每年都缴蛮多的啦，今年应该也都蛮多的。蛮多的，就是蛮多的，对啊，其实蛮多的。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，一定的，这妈妈也觉得 OK 啦，啊，因为有一天妈妈看到小孩自己在那边贴贴纸的时候，她有感而发，她觉得说，嗯，应该给她找一个。好，我为什么可以说生就生？因为当时做第一次的时候，我那个高雄农总那边我还保留八颗顶级受精卵，顶级受精卵，长得好像。讲的好像可以吃一样，好像顶级鲑鱼卵，好像顶级和牛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啊，我现在状况就是，我只要那个挑时间就 OK 啦，啊，因为其实就是植入嘛，啊，那植入着床。受孕这样子，你讲得太简单了。对啊，男生觉得很简单了，妈妈其实辛苦得不得了了。